你可以想象，在9个月的时间，只要定期投入资金，不用做其他的事情，你就可以赚到37% 的报酬吗？这是我实测每周投入100 USDT 去买比特币的结果。目前的话是正37.4%，也就是赚了1300 U。那我是怎么办到的呢？是使用币安的定投功能。这个定投功能呢，你要先透过影片下面的说明链接来注册币安。然后呢，接着先把 USDT 转到币安以后，接着到更多，然后呢点交易，然后点定投，然后选择你要投入的币种。例如说，我9个月前是投入比特币，就在这边点创建，然后输入你每次想要投入的金额，像我当时的话是输入100 USDT，以及你要扣款的频率。例如说，我当时是每周的每周一，然后呢，接着点下一步。这边的现货钱包意思是说，每当到你设定的时间，它就会自动从现货钱包去扣款。那这边的赚币钱包有打开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的现货钱包钱不够的话，它会自动从赚币的钱包去拿入 USDT 来扣款。那这有一个好处是，你在等待它扣款的期间，你就可以先把 USDT 放到赚币的钱包里面来产生收益。然后呢，等到要扣款的时候，它就自动从赚币钱包去买入。你确认没问题以后，再点确认，就完成设定了。那你之后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把 USDT 放到币安的现货或是赚币钱包内，然后呢，慢慢等它扣款就可以咯。那你也可以到我的计划这边去查看定投的详情，例如说，你可以点这边查看详情。那如果中途想要暂停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开关关起来就可以暂停，或甚至你想要修改参数，也可以点右边这边的笔来修改参数哦。